喂，赶紧过来！你发位置过来，我开车过去，现在。好，赶紧快点！快点，赶时间了，快点！好，你动作快一点呐！哎呀，老板，我不知道你这么赶时间了，你这。老板，你等会回来把路费都给我报销一下啊！路费都给我报销一下啊！来，老板，你看一下这个三角到不到位来？哎我操！你是搞的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三角啊？不是，老板，你不是要我照着上面剪吗？这上面不是个三角吗？这他妈哪里是三角啊？这暂停呐！这暂停！我操！什么暂停呐？昨天给你这边剪个暂停，你说回去看电影有点卡顿啊？我今天给你这边搞了个播放。哎呦我操！牛逼，你真牛逼啊！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缓冲不过来啊？不是老板，我就觉得把你这边剪个播放，你可能就是脑子会舒畅一点点，就这个意思。老板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湖南的。啊，湖南的。湖南人都挺能吃辣吧？别人我不知道。反正我一天不吃辣，挺没精神的。啊。你干嘛？你说吃辣再精神一点吧，精神给我剪的到位一点。还要剪多久啊？这个吃完就差不多了。吃完就差不多了。宝宝吃个火龙果再见吧。你不爆掉我怎么办？宝宝已经剥好了，可以吃了。你不知道我对此过敏吗？已经太好了，可以吃了。你个大货人，你个大狗子，来就吃吧，你不来就吃好了。拿着。大哥，你稍等一下啊！你别笑。要先加发根，不能先加发尾，知道吧？像我这样子的，你看啊，先加发根定下型，然后往下拖啊，往下拉带一下，它就。再来，这刚刚还不够热啊！这样子呢，要用点力啊，先加发根定型，往下带一下。哎呦我妈！Hello， 观众朋友们。